让 hiphop 创业更简单，欢迎来到 Sky Talk， 我是 Sky。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我们五八还有 Arena 的创始人 Coco， 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欢迎一下。嗨、yeah, 大家好，我是五帮的 Coco。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刚刚已经有小小的聊了一下，那么我觉得也是聊得都非常的愉快的，所以我们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接触舞蹈，然后完了，因为你的大学好像刚刚聊到的不是说学习舞蹈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你跟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缘分还有故事吗？是怎么能够进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其实我最早一次学跳舞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在郑州，当时有一个韩国老师教了一段现代舞，当时就很喜欢跳舞，然后之后我就回去去读高中，读完高中之后呢，去上考大学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暑假，然后就去了舞星，不知道你知道吗？舞星我知道，对，郑州，对，舞王回忆的前身嘛。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之后上大学在四川音乐学院上的是流行歌舞，其实那个时候流行歌舞已经开始在学 hip hop 这方面的，但是不是特别专业，所以当时我就去郑州，在舞王回忆学过一个暑假，学完一个暑假之后我就又回川音，然后那个时候是真正开始接触舞蹈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2005年的样子。那也是蛮早，十几年前了。对对，我刚开始跳舞待的时间最长的就是 UNISON， 就是舞王回忆之后，当时是李阳和窦胜凯他们一起开的工作室，我的老师是杨林。杨林啊。我还跟他们一起参加了那个 KOD 四，当时有一段雷鬼，不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然后也都是从 OSCO 一起。对对对，2008年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我是很想去 BDC， 是 Broadway Dance Center， 它是在纽约的一个舞蹈培训学校，叫百老汇嘛。然后当时我是所有的申请什么都已经通过了，然后我是很想去那边去学习，但是因为签证没有过啊，美国签证没有过，因为美国签证很难嘛，当时刚刚毕业又是女孩没有结婚，然后当时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办法去学，然后所有的梦想当时就破碎了。当时那个我实在没有办法去美国了，所以我就得重新计划。其实当时完了之后呢，我有去北漂过一段时间，比如说 SDT 啊，然后在上海也拍过一个叫歌舞青春，迪士尼啊，拍完之后其实我又回了成都，然后突然的就是一些契机嘛，去认识了一些大师，然后我就是通过邮件在跟他们交流，后来呢就帮助一些工作室去请一些大师啊，我就发现呢，其实我在这个资源上面呢，跟大师这边沟通呢，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本身我自己思想比较开放，跟他们沟通起来是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大师课，慢慢做大师课呢，我就发现学的人其实需求还是挺大的，我很多朋友啊什么的，他们都想过来学，而且我当时刚开始做大师课的时候没有人做宣传，然后但是宣传效果也都非常好，因为都是靠我朋友的这个关系让他们过来上课的，后来大家就是一致都要求就是想让我多请一些大师过来，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从刚开始的话找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工作室，希望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来做这个大师课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最早的这个舞帮。其实并不是说是我要去开一个公司，对，你不是想要主动去做这么一个事情，而是这个事情好像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那个情景，自然而然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对对，因为当时我男朋友他是美国人嘛，当时我们两个也想的是有去美国的这个打算，然后可能不在这边待，但是因为有这个资源，所以我就想是大家又有这个需求，那我就先开始这么做，本身我自己想去国外学，我没有办法学，那我怎么办啊？那我可以把大师叫过来。是，对对对。这对我来说，自己来说，是我自己想可以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就是最初的舞帮就开始吧，但是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开始。
开始的。那么这中间又经历了什么，能够让五班说从一开始从那么小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做这个现在的这个五帮，是因为当时认识了投资人，他对我说，你是自己想做一个你自己的品牌，还是想做一个大的平台给大家共享啊？所以当时我是很反抗投资人进来的，因为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也是比较偏执的那种单色，比较固执的。然后想我自己做一个舞蹈的机构，我干嘛要一个投资人进来？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然后后来我一想，如果说是你不愿意去敞开你的大门去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话，可能你的盘子永远都是这么小，你就是永远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当时我一想，他说了，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啊，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平台啊。我想对这句话打动你，这句话打动我了，对，所以我就让他加入了。加入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天使资金，然后进来之后呢，我就有这个资本来去做现在这个舞帮。然后至于 Arena 是这样的， Arena 当时是是跟安斯尼他是当时请他过来就是授课，授大师课。然后我们两个是在工作上真的是就是谈起来特别的就是合机嘛，就是我们俩可以谈出很多就是工作上的一些火花出来。所以我说这个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比赛，就比如说像Vibe 呀 WD 或者是像 Body Rock 这种，我觉得国外这种挺多的，然后中国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我们要不要把国外这种引进过来？因为安斯尼他是Vibe 的创办人之一，他也是做这个，所以我就想直接把那个引进过来好了。但是当时安斯尼跟我说，他说你把国外的一个品牌引进来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因为你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自己的舞蹈的一个品牌，为什么不去争取做一个中国自己舞蹈的品牌？你这样做出去的话，将来你也是为中国的这个中国的 dancer 来树立一个就是起舞品牌给世界看。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想怎么来做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安斯尼他背后有团队，有摄影团队，有制作团队，就是之前他一直在做这个比赛嘛。后来我们就想了这个名字，然后跟他们那边呢，就是制作的制作组一起去开始去策划这个比赛。那么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说中美这样它的这个市场也好，或者是文化也好，或者是舞者也好，他们的差异点，你是怎么去看的？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 dancer 他们很就是跟中国 dancer 很大的不同呢，他跟这个我们的本身的文化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打个比方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做优步的时候，那个司机呢，他就会给我放很多最新的一些歌曲，我从他那里就可以学到一些，比如说音乐或者是舞蹈。我在洛杉矶打优步，十个司机里面可能有两个他都会跳舞，两三个最起码。然后每个人他对音乐都有不同的认识，他就会告诉我，这个说唱的歌手他怎么样，或者是那个跳舞的他认识，真的我自己都很吃惊的。也就是说，我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我是可以就是有这种舞蹈的灵感，或者是音乐上的灵感的啊。所以我在去学跳，我可能再去编舞，可能我是再去学舞的时候，那就不是学出来的，我就是玩出来的。对，从这种氛围里，从氛围中里玩出来的。那我看到的，因为跟接触大师还挺多的，跟他们一块玩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去出一样东西，他可能大家在一块吃饭喝咖啡，或者晚上一块喝酒聊天，就是大家一起在玩，突然间哇，我想起来听到了这个歌非常好，然后大家开始 freestyle 跳起来，哦，那我们明天去排一个这个东西吧。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玩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哇，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作品，他其实他不一定说是他计划好的，他是突然就玩到了这一点，然后他就有了这个东西。他们把这个就是做当做去玩，因为国外他是做这个作为职业的，能做得好的非常的少，只有一些部分出名的这些 dancer， 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他自己的行业全职吧。
部分国外跳舞的甚至跳得好的他还是不算是全职，就是大部分他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可能是护士，他可能在外面做这个卖服装，或者是在咖啡店做服务员，就是各种行业都有。其实在国外他这个 dancer 的话他不太容易去找到这个工作，除非是几个明星的编舞的这种的，但是都非常少。对于中国 dancer 大部分来说呢，我觉得都是也是有，其实跳舞的他也是喜欢玩的，但是我只说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的接触不像是像国外那么就是那么快啊，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肯定都不是玩这个的，对吧？然后我们从父母那儿，从我周围的这些朋友那儿，其实是很少能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只能去学。那去哪儿学？就去工作室学。对，中国其实市场是很大的，他因为他周围他接触不到，他就只能去工作室学。所以说，中国的 dancer 呢，他去跳舞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大多数是学出来的。这个说实话是真的，这个并没有说是去。说中国的 dancer 跟国外 dancer 有什么不好，这是我觉得文化地域造成的这个原因嘛。所以说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呢，就是他有这个学的这种思路，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没有那个美国他们那种自然感染出来的这种要好一些。我觉得这个从两面去看，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氛围跟技术可能没有美国好，但是可能相反来讲的话，我们国内dancer 来讲，就在某一部分来讲的话，不是，其实他们更幸福，因为他们可以拿这个当职业。哎，对对对，你这点说的很好，就跟他们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幸福。只是说，可能在这个。创意方面可能没有国外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着去做，自己去创作，对，自己去创作。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氛围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就是五千年的文化跟他们200年的文化还是不能相比的，他们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可以创造出来更好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管理经验给我们其他的主理人？从刚开始建武邦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每一个员工进来我一定要确认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来到这儿之后在这个平台上你希望达成什么，然后我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他的梦想去慢慢去设计我自己的就是商业模式。我并不是说去会完全改变，我会去慢慢去想怎么把这个平台融合到里面。我们一定要去完成他想要做的，每一个员工能在这儿实现他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就让他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一定要把就是你自己的平台做成他实现梦想的平台，一定要朝他那个方向，他的自己的想法上去想，而不是朝我的去方向。比如说我们的老师，第一，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OK， 我可以拿给你足够的钱，但是呢，你一定要给公司产生价值。所以你在做制度的做这个公司薪水的时候，你一定要是根据他有多少的学生来定他拿到多少的工资。那 OK， 你做得好了，那你一定会拿到更多的钱，而且我会保证给你拿到更多的钱。第二呢，你要给他有一种安全感，安全感就是说，我最起码。住宿，然后各方面的，这不一定每个公司采取，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很注重每个人的就是内心的安全感的，希望他能安心的待在这儿，他不去担心他生活上的问题的话，他就会安心的帮你去工作，然后他会去他会去好好的在这边做跳舞，去做编舞，他真的能把这个舞教好的话，你的学生才会真正的留在这儿。第三呢，他一定是想让自己好的，他来到一个平台，他不会是去一个。让自己变差的一个平台，就算是你给他足够的钱，如果他觉得这个平台不能让你变更好，等他赚到一定的钱，他一定会走。所以你的公司一定要比他进步得更快。所以说他想在这儿学，比如说他要学，想跟大师学习 ，OK， 那我一定要
给他这个他想学的这些大师的这些人，让他从这儿能学到东西啊，我从这儿学到了东西，我自然我不会去其他地方了，因为我本身我想让自己变更好，那他就会让自己变更好，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有的老师，我希望我想出国去学习啊，我们的武邦的老师，我会给他机会让他去美国去学习啊，让他去看外面的世界啊。还有呢，可能他们更想在武邦当成他的一个事业，终身的一个事业。那我将来我结婚我生孩子，我怎么办？我还拿这点工资吗？那肯定不行。比如说我建我公司，我要有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要一个规划，一个蓝图，我要给他们讲，你要不停地给他们说我们将来要做什么，而且你一定要每一次说的话你一定要做到。这个每一次不能跟他们说假话，你要说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他们，之后你慢慢去再实现。任何一个我觉得主理人不能说大话给他们，可能有一些项目你失败了，那你就告诉他们，真诚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些项目去失败了，我没有实现这个项目啊，那这个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团队的合作，我们才能把这个项目实现更好。但是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如果其每一样你都是只是说的大话，那这样的话你慢慢你的团队里的每个人对你就会失去信任。其实我跟我的就是这些老师还有员工之间没有一个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是像朋友一样共进团队嘛。对，团队，我们都是永远都是一个团队，然后大家都是有这个思路，就是我不在的时候其实公司运营的有时候更好，因为大家真正把它当成他自己的事业的话，他做的才会很好。我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是要在为自己也在未来做事情，而不是去拿这份工资。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去不惜代价的去培养他，你不用怕任何一个人走。为什么？你的员工在这里，就是让他很好的话跟他不好的话对你能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你让他更好，公司产生更好的价值啊。如果他一直停留在底下，他没有进步的话，他对你越长也是一种伤害，对公司。对，他对你给他工资是在浪费钱。是，他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了 ，OK， 没关系，你培养了一个人，你给社会多培养了一个人，你对他的人生是有帮助的，他永远都会感激你的。国内舞者这块，你会有一些好的建议给他？对，我有一个比较，我一直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其实我在圈子里面，接触的其实比较少，大家其实也可能感觉到了，也很多人跟我说，可能我参加的活动也不是很多，然后我一直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个并不是说我自己比较孤立啊，不是说比较不是说我自己啊，我是不是看不上其他的，或者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玩 hip hop 或者是玩跳舞的人，有时候给我的距离感太强了。其实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呢，是我觉得玩 hip hop 这种事需要 share 的，你需要去分享的。你去分享的人不是你周围穿得很酷的那个人，你应该是走在大街上的大妈，或者是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姐姐妹妹，或者是你身边另外一个小朋友，你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你应该把你的 hip hop 的东西去分享他，而不是当你去走到他面前，你穿着一身很 hip hop 很好的一件衣服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不是把他赶跑。是，你任何时候你去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它给拉进来，是拉在你的世界里面去，是，你应该去感染它，然后你去教大家的时候，不是只在课堂上，你要去感染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个是我觉得跟国外很大不同的，就是我去跟国外人一起玩的时候，就是外国的 dancer 嘛，他们就是去不停的去感染你。我希望给大家多提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能更多的去分享给大家，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你让你周围的人都喜欢去跳舞了，然后我们的市场，整个的市场才会大。其实这样就是提升了我们自己。你想，你去做工作室的时候，你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你的这个工作室，你的经营永远不会多好的，是，对吧？对于大的方向，你肯定要看市场需求量。
啊，当你去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喜欢去跳舞了，那我们的市场呢，这个盘子就大了，圈子也大了，我们也会好了。你从身边的任何人其实都是可以找到灵感的，并不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很酷的一个 dancer 里面才能，或者是从一个玩 hip hop 的很好的一个歌手的音乐里面你才能找到灵感。你从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灵感去可以创作的。其实我们中国有太多的文化的东西，我们自己可以去发掘了，去创作。我们自己有自己中国文化的，有中国文化的这种有内涵的这种舞蹈。是，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不要去拒绝太多的可能性。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去挖掘，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其实把它拒绝掉。对，到贫困小学去帮他们去跳舞，因为像山区里面他们就是很没有这个舞蹈老师嘛，没有英语老师。然后去年我就去跟我老公一块儿，其实我们有做了几年了，只是没有宣传。我们现在开始利用舞帮一起来去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觉得在山区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跟这个去学跳舞，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啊。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周围那些贫困的小学去教他们，免费教他们一堂课。可那些对于小孩来说，他可能对他是人生的一次最大的一次改变。他可能说啊，还有这样一样东西，是吧？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可以把它做成视频来给大家推广。他我觉得可持续性的这种公益的推广才是真正的推广。比如说很多人他利用公益来做商业，其实你不用去想那么多。如果你真正想到了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去做它。然后如果说这个真的可以去改变很多人的话，那你就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对于自己人生来说嘛，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嘛。啊，你就多帮助一些人。而且真的对于你的就是品牌宣传，其实又是一件，也是一件好事。你双方的嘛，啊，然后比如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舞蹈的一些视频，一些题材的时候，你不用说是每一次都是做的很 gangster 或者什么样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发掘我身边的一些很小的故事，去把它拍成跳舞的。我打个很简单比方，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些社会的问题，一些环境的问题，比如说国外每个人他都有这个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呢他就没有，大部分人没有。我们为什么不去想一个，我去通过舞蹈的这种形式去拍一个宣传的一个公益的这样的片子，然后告诉大家有这个回收和不可回收的这个概念，然后传播。以这种方式去传播大家，第一宣传你的工作室，第二你的老师编舞，他去发掘我们自己的就是故事去做，他比你去拷贝一个另外的一个舞蹈要好，这是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第三呢，你是真正的给大社会带来了一个好处，让大家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去传播这个正能量是多少对大家是有影响的。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需要可以让大家去发现，去通过这个舞蹈的这种创意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来改变社会的。我觉得舞帮现在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希望着重做的就是还是文化方面的东西，艺术文化方面的。至于说将来未来的这个大的这个发展的那个方向呢，我觉得我需要再沉淀，需要再沉淀，再去做这个做这个大的这个规划。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不是这种很强迫的要去赚一个大钱或者是做一个大生意的人，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只要能把这个现在的事情做好了，我觉得自然而然后面的东西一定会做好。那也是特别高兴这次能够真的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给大家分享。因为平时也很忙的，我觉得自己确实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也没有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吧。我觉得谢谢 Sky 能给我这个平台。
台给大家讲一些我自己的故事。我也希望各个的工作室的主理人嘛，然后能过来武邦，可以过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心得。我很愿意把我所有的就是武邦的一些不管是经营啊，还有各方面的思想，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能跟大家合作，也期待后面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舞蹈的平台上能有更好的发展吧。好的，非常感谢，谢谢，打个招呼，谢谢大家，拜拜。